好，现在 AI 发展呢，带旺了 IP 族群哦，包括哎，永年哥今天神段哦，亮灯，工商涨停板，智源也大涨超过了4%。是，对，没有错哈，因为这两只股票呢，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强？大盘跌199点，对，因为都有并购题材，是，而且呢，并购呢是对他们来讲是个利多哈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大家看一下哦，神段科技呢，它是并购了一家台湾的一家公司，这个 IP 公司啊，叫做干燥，哎，不是，叫做前瞻科技。对 ，OK， 好，100%哎，对，100%，他就买进来了嘛。他是一家小公司，可是呢，这一家公司他并购神盾并购进来以后，会造成什么结果呢？会造成他，你看哦，注意看一下，他现在他的版图里面呢，他把这个前瞻并购进来了，所以他有 IP， 然后呢，他有 IP 设计的 IC 设计服务，不是安国，还有星河，然后到 IG 设计，包括迅捷啦、安国啦、这个星鼎啊、金相光，它是变成一条龙了，对，所以它变成一条龙的产业了哦。那所以这档股票呢，它这个，所以它合并了这个前瞻以后，它的就完整了，它一个供应链就完整了，所以呢，这对它来讲当然是一个利多哦，所以它今天能够跳空涨停，原因就在这边。另外呢，我们看智源，智源它也今天能够大涨，它也是因为它合并一家美国的公司，对啊，这家就不一样了，对，老字号的。可是大家注意啊 ，IP 公司都是小公司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，哎呀，才40个人，哇，才这个20个人，对，然后那么小的公司，所以他们是很有这个创造力的啊，这个财富创造力的，所以它也是一样。智源它这个并购了 Arago 哈这一家公司的话，对它来讲利多在哪里？因为他原本呢，他的客户就是这个联电，他现那可是呢，这个台积电是 Arago 的，他的。